break my heart。 也许是我不懂你时代的，也许是我的错，也许一切已是慢慢的错过，也许不必再说。从未想过你不会这样接受，心境如此难受，只是记得你我彼此的承诺，一次次的敲沉默，独自等待，默默承受，喜悦只出现在我梦中。你所拥有的是你的身体，诱人的美丽、yeah、我所拥有的是我的记忆，保持点沉默，这次等待，默默承受，喜悦总是浮现在我梦中。谢谢你们在今天可以陪伴我们狮子一起共度七夕情人节，再送你们两首歌好不好？最后的请求，照射我跟你，能不能不要关上我眼睛？我一秒都不想错过你美丽，你时间会不会暂停？就慢下来，你是那么美，美得很意外，但愿能再陪你共度每一晚。如果能倒转重来，说声你爱我，让我亲吻你。
我们的爱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，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，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。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，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忘记了呼吸，眼泪啊，永远不再哭泣。现在我还默默地等待我们的爱，我明白一点亲密的负担，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。现在我想要自由天空，远离开这被困难的世界，
不再寂寞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我们的爱我明白，一边沉溺的负担，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。情人节快乐！哇哦，这样的狮子合唱团，你们爱不爱啊？嗨不嗨？情歌听够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没关系，今天要满足大家了，因为我们是七夕告白之夜嘛，来到这里少要告白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老乡你别躲，你先到这边来，别躲别躲嘛，这个问题逃不掉的。好，我想问一下老乡，就是你喜欢哪一种告白的方式呢？哪一种？哪一种？因为说的嘛，直接说了，说出来是不是？对啊，就一定要直接的很真诚的告诉你想告诉的人，说你对他的仰慕，就是，对，就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就是有爱大声说出口。对对对对。啊，那有没有就是在腼腆的时候，比如说以前写过情书之类的呀？有啊，但是文笔不是太好。那写完之后对方有回应吗？有回应啊。有回应哈。对对对 对， 对。其实呢，只要真诚真心，对方就能感受到。是是是。好，那四位狮子合唱团当中，大家来说一下，谁是说话最浪漫、说情话最好听的那一个？三二一，我们来指一下是谁。好，一二三。哦。对对对，最浪漫的真的永远是那个李 Q。李 Q， 哇哦，是不是真的是最浪漫、最会说情话的？我要现场检验一下，好不好？检验的对象捷足先登了，那就是我吧。最会说检验吧，他都不敢看我，真的是最腼腆的吧？好，那好，我们要如何来做这个检验呢？就是你要对我说一个情话，看看有没有能够打动我。好，那我想一个。冷静的想一想。如果我是你心中一颗闪亮的星星，你就是我的银河系。哇，李 Q， 你真的是太完美了，就只有一个缺点。啊？什么缺点？缺点我。哇，我们现在是土味情话大赛啊，不过对我说还不够，因为在座的有很多是我们狮子合唱团的支持者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要选择一位上来，近距离的让狮子合唱团对他说土味情话，好不好？这里有粉丝团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。来，我们选择一位好不好？来，谁来选？老乡你来选。好，要不然就是这位女孩子好不好？她最激动，来，请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哇，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近在眼前。现场还开始谦让了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我们谁来说这个土味情话呢？谁？老肖，大家想听你说呢，来吧。我不会说话。你只要不下雨什么都 OK。 好吧，那哇，牵起了手，靠近一点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非常的短，就是在一眼瞬间，但是我们最珍贵的就是那一眼瞬间。有接受到吗？心脏有砰砰跳吗？
有跳个不停啊，嘴唇都在抖。好，谢谢我们这位幸运的支持者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狮子合唱团，谢谢你们。哦，还有爱的抱抱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爱的告白，也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情歌。啊，小事，小事，小事，以后经常来好不好？一定一定，每年都来，每年都陪大家。好，我们相约在明年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四位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哇哦。